老爹，赶紧玩。其实我心里真的认为哈丁还好，但是我有个金变梦，所以我才会想说，让纸卡抽个一两张，然后活动跟一根，再凹个一张，之后再拼一张。如果到时候金变出了，我还能合合看。直接做大黑账吧，我没有红布啊，看等下能不能打一张。如果每次开台分十七万赚，一个礼拜是分多少？我爸妈知道我在天堂 W 花那么多吗？我爸妈知道啊，我爸说他不想听，我爸说不要告诉他。我跟我老婆在聊的时候，我爸听到，他会说不要让他听到，他会觉得我，他听到这个金额，他会不能接受了。我爸知道的时候是六百万的时候，现在已经一千了。我爸那个年代的人比较省，他为了买牛奶不去 Seven 买，跑去全那个家乐福买，因为家乐福可以省十块钱。但是我每次买牛奶我都到 Seven 买，因为方便。我说家乐福你要下到地下室再结账再出来，至少要花我二十分钟。我说我二十分钟一定可以赚超过十块钱，我真的觉得时间省下来比较重要，世代价值观不同。好，重点来了，看能不能拼个宝吧。红的武器布哪一只会出啊？这只会掉武器红布是不是？好，就是这一张了。亚丁王会掉的箱子有机会看到红布。好，来一个红布给老爹。老爹是我们宙斯六台湾最后希望。哦，武器布哎，蓝色的，礼拜呢？祝五跌到八千四哎，不买真的有差哎。看我刚刚那张蓝布爆了，出片了吧？你蓝布有没有拿在手上五分钟啊？老爹，你真的是蓝布毁灭者。我刚爆了十万，我再也不看观月台了。干，我每次都看观月，他妈的冲那个魔宫。我光这一把加八名手力大剑，搞了我快二十万了。我今天这样子前后爆了十万，再加十七万，早上买恶魔戒指，林老师嘞。今天什么都没得到哎，想再拼一次纸变哎，干他妈的！好啦，等一下打完了，看看有没有出宝再说了，好不好？抽卡这种东西价钱不会变，先拼，好像有道理。搞不好你刚刚的十万现在已经可以合纸。感谢你们想帮老爹省钱呐、啊，我心里是虽然是有点受伤啊、哦，但是看到你们都这样劝我，我是蛮开心的啦。你这样不错啦，我是蛮开心的啦，至少我的观众是替我想的。七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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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哦哦！我大黑长什么账？哦！再让我联络代厨，这张可以卖给我吗？哦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不用了，我马上出。请马上帮我补，可以卖给我吗？看在我今天报了二十万，今天报，对，今天报了二十万，可以卖给我吗？十万收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那个，如果我做到我的账，我如果飙到武器王，那个红布的话，我这一只恶魔王杖盟友价七万，我当初这一把账我做了大概三十万。我希望爸爸在需要时先使用它。爸爸是我们的首页，不，直接骰子啦，直接骰子，大家拼运气。老爹，为什么一定要那张布？因为我跟你讲，因为大黑长者魔杖的数值逼近纸杖，它很强。等等，就第二张红布，哪那么好运呢、啊？英雄武器制作秘籍，谁啊？是我们吗？这是我们吗？是不是东区的、啊？太感动啦，中立盟都要卖我啊，感谢感谢。大黑长者魔杖，这个好像不是我们哎呀，好爽，是我们吗？来，超强超强，大黑长者加七来帮打哦。我大黑长者加七，我走不进去啦，干你们完蛋了，东西都会吸在我身上了啦。这个红闪电发动的几率我怎么都看不出来啊，这个掉宝率打那么久值得，真的值得啊！我们今天就打了十几万的东西嘞、欸，我魔法命中95哎、欸，感觉把账真的有够屌了。
小欧真是个称职的妖精，没有没有，我觉得小欧是个很称职的带领者，指挥啦，我觉得小欧带领的很好，我觉得小欧带领的很好，一点，黑口径一点，别多错误两点，我看到了，一点，看你们不是一点就两点，你们是在亮吧？六点，干这个六点。英灵好猛啊！小欧可以买英灵的旧武器，英灵的旧武器是哪一把？压九天使弓。好嘞，各位观众，赶快来测试我们的魔杖有多强，我来试试看威力。我很期待，干，我对这把杖充满了幻想，你知道吗？满满的幻想，干，我连试都没试过就把二杖卖了，你们就知道我对他有多高的期待。好，来开始。哦干！哦哦，有闪电等于秒怪的，对啊。这样阿顿有点用了吧？而且你知道吗？他魔攻比二杖多一点。还有哦，不死系追加一到四十，来来来来来，不死系，来，我跟你们说，地下监狱这个怪，大家应该知道超级硬吧？你们都应该知道这个怪硬到爆吧？哦，要求打不死系的，还有加成，他的魔法命中也比二杖多。多两点，命中加七，这边加五，好，命中多两点，魔法征服力多一点，智力还多两点哦，这真的是完胜啊！然后疾病术烂透了，疾病术打怪物完全没有技能，完全那个伤害根本就很鸟，这个邪恶落雷痛多了。我觉得在这一楼我已经不需要起死回生了，我就直接烈焰，然后砍几下，烈焰砍一下，烈焰。砍个两刀就直接干掉了，打人看看哦，好啊，哦，靠腰靠腰，哦，如果兵家殿同时落下的话，伤害很可观啊。好了，谢谢谢谢，好，各位观众，今天老爹很满足了，很满意了。麻烦各位离开之前帮老爹个赞，大家，拜拜。